超级豌豆包。天哪，飞船竟然落下来一个蛋，走，我们去看看。这里是蛋的世界吗？天哪，还有迷你特工队，要不我们打开看看。这个呢是迷你特工队兽王力量的变形玩具，王师战舰，一起来打开看看。哇哦，看起来好帅气呀！这是狂狮战警的机甲模式，我们来给它完成狮子模式吧。OK， 先让它的双腿合并，接下来它的脚掌向下翻折。头部向后翻，腰部的盔甲向上收，手臂向身体靠拢，另一边同样，再旋转90度，左右相同，后背的盖子向上打开，整个腿部向上翻折，再将盖子往下压，胸前的盔甲向上翻折，手掌往里收一下，现在整个手臂向他的肩膀靠拢，再往里收，哇哦，完美！还有这一边，向肩膀靠拢，再往里收，噔噔，狮子模式完成了！天哪，它竟然变成了一辆帅气的狮子汽车，还有四个轮子！哇塞，这个造型看起来太完美了！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就玩到这里，记得点赞订阅哦，下期见，拜拜。